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尿酸高已经成为成功人士的标配。在我国，尿酸高的人比患糖尿病的人还多。更重要的是，高尿酸早就不是中老年人专利，不少年轻人也有。根据数据显示，我国高尿酸确诊已达2亿人左右，仅次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患病人数，成为老三高之后的第四高。预计今后10到20年，高尿酸确诊在我国将成为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代谢性疾病。为什么尿酸会升高？尿酸是嘌呤的代谢产物，嘌呤多了，尿酸自然就多了。然而靠着食物偷摸混进人体的嘌呤量大概只占 15%， 其余的 85% 都是由人体自身代谢产生的。一般情况下，尿酸大部分通过尿液肾脏排出去，少部分通过粪便排掉了。尿酸这东西对身体没什么好处，因此一旦排泄少了或生成多了，造成尿酸升高，就会给人们带来各种麻烦。尿酸高，全身器官都受罪。一、伤害关节。尿酸高会随着血液进入关节组织中，造成尿酸盐沉淀，引起关节病态。很多高尿酸患者活动能力下降，骨骼出现纤维化，即使很年轻却出现了骨折。二、引起痛风。高尿酸还会引起痛风的患者关节纤维化，出现麻木、疼痛愈加强烈、肿胀、皮肤发热、暗红，这是痛风的表现。三、伤害肾脏。尿酸高对肾脏危害太大，上面说到尿酸生成排出出现紊乱，会形成高尿酸，尿酸过高，患者肾功能减弱，直至坏死，表现出了肾炎、肾衰竭。为减少高尿酸对人体的进一步伤害，患者需要通过服用药物来降低血尿酸水平。常用药物有两种，一种是减少尿酸合成的药物，如别嘌醇等，另一种是促进了尿酸排泄的药物，如苯溴马酮等。由于导致高尿酸血症的原因，排泄障碍占 90%， 故加强尿酸排泄是的关键。坚持四件事情，排出尿酸，远离疾病。一天三升水，水是身体新陈代谢不可缺少的物质。对痛风者来说，充足的饮水有利于排出尿酸，预防尿酸肾结石。在饮水上，痛风者的比一般人多喝些，每天起码喝两升以上，最好能达到三升，相当于两大饮料瓶的量。二、记住食物嘌呤排行榜。三、保持健康体型。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指出，超重人群血液中的尿酸含量往往偏高，减重之后血尿酸含量可明显下降，因此运动减肥可以帮助减少尿酸含量，防止痛风发生。不过当痛风发作时，一定要避免运动并抬高双腿，并对患处进行适当冰敷。四、黑桑葚。增强肾脏功能，促进尿酸排泄。防治尿酸的根本点是增强肾脏功能，促进尿酸排泄。而桑葚是众所周知的补肾效果最好的水果，常吃能增强肾脏功能，有很好的滋补效果，能有效促进尿液的排泄。且想要降尿酸，可以多吃高钾食物。普通桑葚每100克含有30毫克的钾元素，产自新疆的黑桑葚含量就更高，可以说是降尿酸的首选。现代药理发现，桑葚中的黄酮可显著降低血清尿酸水平，与别嘌醇的降尿酸效果相当。来看看桑葚对痛风的好处。桑葚富含维生素 E、 膳食纤维、钾元素及脂肪酸，有很强的抗体内酸化作用，能使尿酸转化成尿素，促进体内废物排出体外，对缓解痛风性关节炎有一定辅助作用。桑葚除了性温和，还较高，它还是中医上滋补肾脏的一味药材，因含有大量锰元素，被称为天然的雄性荷尔蒙，能促进性激素分泌，增强肾脏阳气。肾脏功能增强以后，在排尿和尿酸的代谢方面自然也会事半功倍，效果更佳。有些做过功课，可
渴望肾更强壮的朋友，往往也会在家里囤一点。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oration, long 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eight 164px, border,Epsilid 仅181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psilid 仅1811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00, under 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PGC-CONTENT-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GC-CONTENT-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 Overflow Hidden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e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85559, padding top, 18px,Line height 1em, PGC-CARD-BO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近40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BOY-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ICON-BOY, height, 23px,Wi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0, STPCOMPGCVR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A, PNG. 使用方法，饭后嚼两粒，或者早晚温水泡着喝，七天效果明显。提醒，桑葚有滋补肾脏的效果，使用者要注意用量，不要过度。否则没人谢过就尴尬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